打 rank 的时候很有可能直接被一辆火力车摇了，受枪是吧？非常的危险。对，但打比赛大家都比较谨慎。好，看这个安全区，往西边刷，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这只是阶段而已啊，大家千万不要开心的太早了。现在看看距离怎么样，准备？还是可以开心的嘛，这个阶段二，接着坐月。接着舞，要舞起来了。嗯，兄弟们没有准备会合，而且位置也不太需要移动，现在需要把自己的载具啊挪一挪，方便自己在接战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被损坏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其实在阶段三万一所以说我们的选手还是要来了。 PMGC 从自己的脸上越过，这个时候相信队员们沟通一下比较的谢谢大哥了。来，关机过去了。嗯。有车就成功了。好多车。哎，一个好吧。这车摔一个。哦，真撞倒了。原一个在这儿。哎，还在往右边来，急过。好，有人。被我追杀一个条了，你看，直接进去就到这里了。我看到了，这个枪了，你的 X 给你吗？没有，我没有，这摸也没有。那有条挺多人的，两个人到都有人。你自己一个人吗？不是，是吧？我看一下你脚底下那些，那什么垃圾没捡？你要点四五是吧？想要点四五，我要屁股和五六。那我不去了。上面的吗？还是没车的？嗯，没车吗？没人。那准备抢啊？你换车了没啊？没换。不然？先换。上午在我这是吧？对，放我这里脚底下。你车在哪？车窝底下。你拿完车可以直接往山上门看了。你们这个车自己保驾，我走了，保驾我都给你。来吧。你再往山上去，走，抓嘛，走，踩住直接不管，要不我直接看他宝宝，先别看，左边一个空的车也走了，看一个，我去 ，OK， 你们想象一下，拿过来，我过来，我过来，不管。车保驾，我拿轿车帮你过。交一下，我呢？摇头吗？警管员要吗？要。哎，一阵没人。先不要了，不要了，就这样了。我靠，这么痛！我都拽一个三倍，哎，有屁股吗？没有。有。他把黄牛枪，我们现在就是摄像头，我得拿个止痛药，兄弟，我丢了，在我脚底下。张文静罗，我靠，别抽了。啊，我后跟没到。啊？应该是被他身出了，这是他身的号。专业 SKS。要不我出去看一下，我沿着半山腰走。你出去看看吧。我走，没高规了。高规高规。这整个山都没人漏。哎，直接上。你塞啥情况？山都没人漏。那你要不直接拿铁钻？哎，有没有人？你看这不厕所，你们都打我，看我是不是厕所在山里面。OK。你打不完。烟夹库没人。啊、哦，有人。你犹豫。你坑有人吗？我进里看没有。嗯、山上外山上有人，副厕所没人。我只能先进坑了。你进来了，你先来了，我们先把这拿了。
我有油，我有油，给你丢了。赶紧有人啊！报告。你在家是吗？在家。这里还有车。我跟你们说，你说你们哦哦不行，你们观察不到。那个在后面，你找一下那个。我感觉这运甲库人不多，尽管人不多，我们动不了。OK， 我们这一台车。嗯，我们这么出去的话，要被这边打。没问题。没问题，不知道。把那个车能挪一下挡后面吗？我后。我靠！还得一个一个接啊！完全坐前座，直接一次过。我感觉二次过不了了。最后有人吗？没有，我该看了没有。你蹦蹦有吗？我蹦蹦还在。你自己先跑。你们硬跟走。我坐车走吧。我出车走吧，那我动，没动，你把车我调一下。大卫，我看看你们车。大卫，你干嘛？跑过去了。你们这边都有人。哎，真的，穿隔壁人，那个随便跑。你们隔壁都有人啊，人挺多的。你准备开车？嗯，我准备要送死了。去那厕所吧。对，厕所。那个厕所吗？我们那里，在这。没有，这边没有厕所，后面没有厕所，就一个厕所。那个是厕所，是这个吗？右边的。这个地。哪一个？右边。看。我下。没接。有厕所，你们冲！打一个，就打一个，都可以了，里面，完了吧？
锁完了。上是厕所的，没点厕所。厕所也锁了吧？哎，厕所也锁完了，锁完了，锁完了，全锁完了。那你们往厕所没打，没打。把人进坑打了。OK。补掉一个。OK。下面还有打残一个。关键姿势，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两个人，两个人。别急，把球做了。还是 bug。你把我飞边。你也 OK， 你 OK， 我踩一下，我踩一下。别打。我就在用出来。关了，找一个 AC 的，另外一队，上级又找了一个。锁吗？锁了，锁了，锁了，锁完了。我先锁了，那就你啊！对，我接不了你，接不了你，真接不了你。你们这兄弟吗？右边等一下。右边。我保。爷，你这个要不走一下？他都断了，我断了。你进吧，你进吧。我去掉避弹，锁到。我去右架，我去右架。我屋就变成零方，剩十七方了。他是顶不住的。你啊。干嘛？我去烟，我不烟。不用留言，我能玩。等他顶过没圈就行了。他顶不住，他得往里面下。我操，别炸！哪到了？我右边。等到了。有小布，你给我是趴一下。没事，我玩好对吧？对，这两栋房被一堆人控住了。没事，先自己玩。关对了，你们在云上不行，等这个蹦蹦走，蹦完下去了，我感觉能贴，到坑等一步，等一步，我还接着换，我过来，过来，我两个人都给你，都给你，一起拿，你给我一个，一起拿一个，往出拿一个，来，我给你一个，来，树后是吧？来，三，等一下。哪一个树？右边的树。OK。丢。等，别急等。我被保了。应该是23了。没准。我还有一个火来，另外一边。不用。没有用，一左右。我去看左边。被击倒了一个。你们放导游吗？我不让人。别在一起。没有。有一个更多特工。被补了一个。二十四。你是24。补导游。一个。你们没动。五指了，还是不对？不对，这个是五补的。找一个，换一个。啊，老师，啊，单位找一个。你找一个。好的，我们左边。你下去，我们这边。别。不能。没事。没事。Jumper, he's just holding his trigger. The trigger discipline is insane, and he strikes, finds Fabian, but that's going to be enough. That's the only thing he gets out of that. Oh, Order pushing out UMP. Oh, Order Nova turning the tides right now. Oh, Nova, look at that. Even though they have the man advantage working against them, man number working against them, but they're still not proning out. Instead, they're challenging the fight. They're standing tall, but finally Dawn1 Gaming able to put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for Nova, and they get this chicken dinner. Look at their faces as well. They're so happy. Well,
mid game, they got a really sweet spot, a nice compound, and they were able to defend that compound, up their numbers to their advantage. And I like how they didn't just all push in one area as a group. They that third person perspective, you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require. And here with Nova, they were able to get 10 elims. And I mean, we talk about consistency, and this is the consistency we've been wanting to see as well. Nova continuing on that. And then Team Secret, this has been a team that we all been well, and I think that was really good because we saw them take on some fights. Want to talk positively of 4 Rivals, but they're making it really hard for me right now, 7. MVP? He's getting the MVP, though. I can't argue with Stats. No, 7 eliminations from Appy. That's great to see, but it wasn't meant to be at the end, unfortunately. I've answered that many times. What is going on currently at the top of the table is Nova now 29 points in the lead, looking to continue to build up momentum, to build up this lead against the other teams out there, as Next Rio are going to be sitting in second place still. Same for Na'Vi, same for Enigma Galaxy, but damn, one out of nowhere. Up to fifth place. And- Fall into